你看它，好漂亮的星星！嘿嘿，我有个惊喜，星星裤袜，看到了吗？不可能，真的好酷哦！谢了。等一下，没错，星星脸马上就可以完成了，真是多亏了这条裤袜，涂上一点眼影，每颗星都有份，颜色越多越好。赶快来看看成果吧，喜欢吗？还是超爱的？我超喜欢的，怎么样？哦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心不停砰砰跳，哎，我想我恋爱了。我快准备好了。你20分钟前就这么说了。等一下啦，眼线可千万不能少，这东西每次都很棘手。好吧，好啊，再试一次，轻轻画一道就好，对吧？手要稳住，不，人家不要又扁又厚了。马上回来，我有时间，赶快刷个牙。薄荷味的。等等，根本不可能画得好了。Miles， 我超丑的，你看。啊，你的眼睛。对呀，根本是一场灾难。没关系 ，Annie。让我来试试看。会有多难呢？手得稳住。来吧。糟了，全都给毁了。没那么糟糕了。不糟糕，简直恐怖至极。等等，我的牙膏。如此直白，我懂了。稍等一下，这还差不多。什么？将牙膏的边缘沾上颜料。啊哈，就是这样。耶，终于画出直线了，像一枚邮票一样。哇哦，再来一个。看到了吧，完美的轮廓。哇哦，你看，差不多了。慢慢来。好啊，现在我知道眼线要涂哪里了，不用再自由发挥了。哇，看起来真不错。换左边了，轮廓已经画好了，快完成了。也太容易了吧，真不敢相信，真是太完美了，而且全都是我自己画的，有觉得惊讶吗？ Miles， 醒醒啊。我醒了，我醒了。现在几点了？我们一定得要去嘛。不会吧，你看你看，他给我发短信了，他约我1个小时后见呢。酷，拿去。谢谢，那我从眼睛开始画吧，一定非常有趣。今天要选个中性色调比较安全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真好喝哎。Miles， 你看，怎么啦？你的眼圈简直像浣熊一样哎。哦不，我真的很不擅长这个，得重新开始了。有用吗？好像没用哎。你确定吗？完蛋了啦。等等，你的吸管呢？我可以借用一下吗？我有个很棒的主意了，让我试试看。用吸管当作指引，这样就只会涂在眼部下方了。瞧，完成了。哇哦，别忘了另一边。有用啊，一点也没错，好极了，太好了。我得走了，玩得开心点，再见。差点忘了，谢谢。天哪，超恶的。没事的，我猜。按赞并订阅以收看更多精彩的影片。这些都是上一季的了。真的。有够丑的。嘿，大家好。那件毛衣有多旧啊，跟我来吧。看到这颜料了吗？他的小旅行即将展开咯。水管速递来咯。肯定很经典。
任务完成。没错，来吧。天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那是颜料吗？是啊，要不然嘞？我最爱的毛衣。哦，这些衣服是干净的吗？或许我可以用哦。哇哦，刚刚好合身呢。哇哦，嘿，那不是我的吗？另外那件是我的。哈，你想得太美了吧？你偷了我的裙子。给我。嘿，谢谢。再见了。好讨厌，他们真的很坏哎。这真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天了，我永远也不可能变漂亮和受欢迎。或许我可以想想办法。这些会有用吗？不管了，试试无妨嘛。好啊，开始吧。这样的话没有错吧？感觉很不错哦。我敢打赌，看起来肯定也不错。最后来个红唇，怎么样啊？好不，我做了什么好事啊？我犯了一个大错误，今天就注定要那么倒霉吗？至少有一件好事在等我。开动了。嗯，啊，保鲜膜。其实，或许我可以用这个。耶、yeah! ！保鲜膜来救命了！我想要一张完美的脸，那不如用这个吧。开始吧。嗯，上妆喽。现在来修容，颧骨的部分要加强，来吧。太棒了！现在来点粉红色，感觉真好。眼线当然不能忘，真是不容易。来亲一个吧。嗯，要先暖身。嘴唇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啊，我觉得自己像个新女人一样。各位小心，我来了。好，天哪，我的窗帘。真是倒霉啊，但说不定是件好事哦，可以升级我这身装扮了，这样才对嘛，真等不及和闺蜜分享呢，独一无二量身设计，这就是颠覆创意的力量。学一学技巧吧，自己做起来一点也不难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谁需要窗帘啊？这个用途好多了，而且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我们走吧，按赞并订阅以收看更多精彩的影片。今天真的超无聊的。现在嘞，那些花好漂亮啊。我不知道哎。妈咪，我想告诉你我很爱你。哦，你真是个乖孩子哎。好哦，就这么办。呜呼，马上就到家咯。哎呦，哦，讨厌，花都弄坏了。妈妈，我有东西给你，因为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哦，哇哦，都给你吧，就想让你知道我很爱你。拜拜。现在我该拿这堆东西怎么办？算了，等等，或许我可以做个什么？好主意。有旧容器不要吗？翻过来，然后放一个倒立的玻璃杯在上面，接着把花放在旁边，用什么颜色都可以，然后倒一点液态树脂在上面，记得要加好加满哦，没错，要盖过花才行，然后要等它凝固。现在把杯子拿开，你就有一个美丽的手环咯，非常的特别，可以做很多个哦。
妈妈，你喜欢蛇吗？别加啦，不是真的啦。按赞并订阅以收看更多精彩的影片。电影真恐怖，对吧？啊、哦，不好意思。嘿，我马上回来。Oh yeah， 他超喜欢我的。这边好热哦。等一下，我的耳环呢？肯定是忘了带了。好了，这样美多了。不，我的耳环！啊，这是开玩笑吗？我真的要捡起来吗？哦，天哪！啊，这不是我的耳环啊。等等，是这个吗？什么？哦，讨厌啦！哎，哼，怎么了？是我吗？不是啊，告诉我怎么一回事了。我最爱的耳环，你看，爆米花，不要了。嘿，至少我尽力了。等等，这个或许可以有用呢。你有彩色爆米花吗？将它挂在耳环挂钩上，应该很容易就挂上了。你看，完全可以哦。Challenge， 什么？给你的。哇哦，漂亮又轻盈呢。你真是超级贴心的，应该奖赏一个吻。走开啦。AirPods 是很酷，不过充电盒却很单调。但有了 3D 笔，我们可以让盒子大变身。首先要在盒子上面画些垂直的线，线与线之间不要有缝隙，然后画满整个盒子，记得底部也要画哦。画底部的时候记得要避开连接部。画好了以后换一个颜色，然后在盖子上画一些圆圈，再用 3D 笔把两个三角形粘在盖子上，接着加几朵花，最后画上眼睫毛，独角兽充电盒就完成了。嘿、hey, ，你看，好可爱哦！我知道，我的充电盒真无趣。哇哦，啦啦啦啦啦！哟，真辛苦哎！啊，真不敢相信，这是个惊人的发现哎！小心一点啊，这是个经典的罗马陶器，我一定会成名的。嗯，得帮他找个安全的地方。哦，可以放在这个书架上，真是漂亮。又得打扫了，啊，到处都是灰尘。哈，这个杯子怎么在这儿啊？又脏又旧的。不过我有办法，把杯子反过来摆在桌子上，拿一张洗玻纸揉成一个球，在球上面挤一点胶水，然后粘在杯子底部，然后再加上另外三个球，另外用洗玻纸塑造成这个形状，然后粘在杯子的旁边。另外一边则粘上一个长条的形状，然后用彩色的热熔胶把锡箔纸都遮住，别漏掉任何地方哦。杯子也要用热熔胶遮住，从杯子的边缘开始，让热熔胶往下流。热熔胶干了以后，成品就会是这样的。别忘了加上笑脸哦，这样好多了。嘿，你有看到我的史前古器吗？是一个小杯子，看起来很老旧。啊，我把它收好了，你看。你是开玩笑的吧？我的毕生事业毁了，你不喜欢吗？我伟大的发明。嗨，你把这地方弄得真好。哦，我有特别的东西给你呢。哦，一支笔，不过不是普通的笔。我已经有一支雷射笔了。算了，那这个呢？看起来像口红，不过你看。哎，怎样，厉害吧？拜托，那个我去年就有了。好吧，客人真难伺候，让我想想看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可以快一点吗？他们什么都看得到哦。认真吗？都断成这样了，怎么戴啊？该怎么办呢？啊，有了，我可以用这个，把断掉的眼镜放在桌面上，用 3D 笔把眼镜的鼻梁架连接起来。继续沿着镜框挤到塑胶，
然后镜框上面也重复同样的步骤。好了以后，把镜脚装上，然后也用 3D 笔在上面画，整个镜脚都要啊。这样就完全看不出来有断掉过了。啊哈，我修好了，很时尚吧？哦，让我试试看，怎么样啊？如何？哦，你还是留着吧。但是，我懂了。哦，嗨，哦，男人吗？拿去吧，来看看我有什么办法吧。嗯，好哦。你看到了什么？要洗牌。哦，好的。没事的。好哦。别担心，水晶球会告诉我们的。水晶球啊，快显示出爱的真谛吧。本来就会这样的吗？哦，我看到了什么啊？我该走了。等等，我有点感觉了。没错，就是它。把一些红色食用色素倒进环氧树脂中，好好搅拌一下，很漂亮吧？把它倒进任何模具中，变硬了以后把它拿出来。不过我们还没完成哦。项链好了，拿去吧。我好喜欢哦，真是完美。哦，他喜欢我吗？谢谢，好好玩吧。拜拜，我们走吧。上班真辛苦哎。拿去。等一下，亲我吧，你是我唯一的真爱。嗯，测不到心跳哎。不好意思，我来做疗程。这地方蛮诡异的，只能鼓起勇气了。好，我们来吧。快好了，快好了！哇！我的得意作品，拿去，你看看。哇哦，太美了，谢谢！我无敌爱的。好啊，上吧。我们练得超认真，一定行的。哦，看来很痛哎！你居然摔到我，牛仔裤都破了。抱歉，不适合我们。下一位，感谢有这个机会。哈，看这两个裤子有洞的，卤蛇，来，我们走。居然发生这种事！我们练这么认真，肯定可以补救。你看 3D 笔可能行哦。你看，把有洞的牛仔裤给我，我要用 3D 笔开始画，一路画到洞的中心。好，然后几个圆，一整圈。接下来的有点波浪，有点蜘蛛网的氛围。好，都做好了，看，是酷设计，不是动了。哇，你是天才！来，我们挑战还能救。这两个不是那裤子有洞的那一些吗？洞不见了，我们允许。我们这次会做对。耶，我这次没摔。非常好，好多了，全都十分，就知道我们能赢，谢谢。就打扫一下，这什么？家具上的饮料印。好了，
全清掉。还有饮料印，我以为已经清掉一些。嗯，这些马上清掉。下个房间，镜子上，这怎么可能？从他脸上擦掉。亲爱的，你继续打盹。哟，要清的还真多哎。什么？看看这个印子，这太失控了。啊，这什么？哦，就是那种 3D 笔。啊，要不来试试看？我得要描杯子来量，就这样，然后给点个性，从眼睛和嘴巴开始，看看这小脸蛋，好可爱哦。好，然后开始用 3D 笔，用黄色把圆填满。好，再一点白色，只需要填眼睛。黑的是瞳孔和嘴巴，不能忘记可爱的小舌头。哦，真是个小可爱。哦，这张小脸实在好萌啊。嗯，妈，你在干嘛？不、哦。你敢放下饮料试试看？小脸雀吧，拯救家具！哟，从现在起，你用杯垫。我厌倦了擦那些家具上的印子了。你房间也许也要打扫。我得承认，这杯垫有够可爱。上课了。嗯，我的椅子呢？在这，老师。嗯，好，谢谢吧。给打分数了。啊，我的笔呢？在这，可以开始写了。哦，嗯，谢谢。嗯，这块布没用哎。水在这，黑板比较好清。今晚别忘了做回家功课哦。他手机，糟！我接到了，安全。哦，太谢谢你了，我拿回来。可是老师，你的机子好滑，可能会再发生哎。这里，我帮你处理，做给你看。我用 3D 笔沿着壳画，全部填满，从头到脚，边边也不能忘，边缘也很好滑。好，全都给包起来了。你看，全新手机壳，不会滑。我的天哪，太感谢你了。哦，抱歉，有电话。哇哦，这荧幕好大哦！但是肯定赞的。好，看来有一些线。很多线。怎么这么多？我想这个在后面。这个在这里，还有这些，啊，也太忙了。不过到处都是线了。我做了可爱戒指，哇哦，它缠成一团乱哎。你有很多电线哈。嘿，我觉得可以用 3D 笔处理。你看，我把线放在这儿。再用笔，看吧，固定位置了。嘡嘡，整齐又鲜艳了。我可以插进去了吗？哦，我的天，感谢你，还很好看哎。看他是不是真的在睡？啊，他动了。
拿了就快走。哎呦，真是好险！嘿，我拿到他的化妆包。不行，我们不能用，他会抓狂。哦，你这胆小鬼！他会惹上麻烦。耶，这口红好屌哦！我的天啊，这些是他的剪刀吗？也许头发可以修一下，刘海肯定很棒。只要横着直直剪，好、哦、糟糕！我做了什么？又怎么啦？哦，哇哦，这是个问题耶。嘿，3D 笔，问题会彻底解决。只要画这样的形状，然后填满，像这样。好了，好，再把它翻过去。这里放个小点，把两边固定。好了，下一步，蓝点点会有帮助，不过别太多。好，我做完了，我帮你做的这个，你看呢？看吧，刘海夹起来了。哇哦，太谢谢你了！啊哼，是谁拿了我的化妆包？是他，不是我。把亮晶晶的环氧树脂装入针筒里，然后把它注入蝴蝶模型中，让环氧树脂凝固，然后从模中取出，在翅膀上装上链子和钩钩，就成了一对超吸睛的耳环了。哇哦，好漂亮哦！谁说耳环一定要很昂贵呢？嗨 ，David， 有什么喜欢的吗？好多选择哦，我喜欢这个。哇哦，好漂亮呢！但我的钱应该什么也买不到，我还是先走了，拜。也许我可以自己做首饰哦，需要的东西都在这里，来看看哦。哦，这位很有用。用来穿珠子用，怎么那么难呢？快要可以了，拜托！成功了，现在要绑一个结。哦，再试一个好了。蛮满意的。嗯，有点小哎，也许可以慢慢滑进去。不太行的样子，来撑大一点好了。不，又来了。很讨厌哎，真是够了！讨厌的手链，想戴美丽的事物很过分吗？哈，这是柠檬哪来的？哇哦，看那边，好多柠檬哦！这给了我一个点子。如果你喜欢水果和首饰，你一定会喜欢这个。把柠檬切成一片片的，小心手指哦。把柠檬片放在烤盘上，然后放入预热的烤箱，让柠檬烤得干掉，像这样。不过不是用来吃的。接下来拿一个容器装满液体玻璃，用木棍把柠檬插入液体玻璃中，确保整片都包满，然后让多余的液体留下来。在木棍戳洞的地方装上耳环钩子。另外一片也一样哦，哇哦，好喜欢哦！来自大自然的礼物，该来赚钱喽！我的店开张喽！嗯，喜欢吗？超喜欢的，给我一副吧。给你。嗨 ，Eva， 你的耳环超酷的，可以和你交换吗？当然啦，拿去吧。
哇哦，我超想要这个的，好可爱哦！我真该去拍洗发精广告才是，游得真开心哎！还找到这个贝壳，嗯，有了，这会是个好礼物。来把贝壳变成独一无二的东西吧，先用蓝色帮贝壳上色，别漏了任何地方哦。然后要等干，接下来我们需要金色的颜料，在贝壳的边缘涂一圈金色，像这样。拿一段铁丝，并用钳子将它弯曲，要弯出一个圈圈，在贝壳上打一个洞，然后把铁丝穿过去，加上一颗珠珠装饰，然后用钳子把铁丝弯一下，这样珠珠才不会掉出来。接着拿另外一段铁丝缠绕在贝壳上，一直绕圈圈，看起来会是这样子。做好了以后，把剩余的铁丝藏在贝壳后面，然后加一条链子，这样就可以把大海的一部分带在自己身边喽。嘿，我可以坐这儿吗？你好吗？哦，嗨，我在海滩对面看到你，想给你这个。真的吗？给我的，很适合你呢，希望你喜欢哦。好漂亮啊！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出去玩吗？或许吃个饭什么的。好啊，真是期待哎。哈？那不是我的项链吗？谁给你的？先走了。男人，哼。不对，我走这边。啊，看起来很可爱呢。哇哦！吓我啊！嘿，帮我拍张照吧。啊，好的。耶，让我摆些姿势。嗯，好啊，看起来不错。我天生就超上镜的。糟糕！哇！啊，真是好险。等一下，我的项链给了我一个点子，用这个实用的妙招保护手机安全。先拿一段线。接着需要一些装饰用的珠珠，用线来串珠珠，然后换另外一个颜色的珠珠，交替颜色一直到串满为止。完成以后可以绑一个结，然后好好欣赏一下自己的杰作，但别把多余的线剪掉。我们需要在顶端再绑一个结，让线上有个小圈圈。把手链放一边，把手机壳拿过来，将手链的线穿过手机壳旁边的洞，把手链从线圈中拉出来。记得要弄好弄紧，最后把手机放进去，可爱、时尚又实用，很聪明吧？把它戴在手腕上，电话就不会掉喽。哇哦！现在可以帮我拍照了吗？好啊，就这样，这张真棒哎！也太可爱了吧！真不敢相信，我们已经交往两个礼拜了。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呢。啊，还真有点激动。Hi, David， 我在喝饮料呢，外面超热的。我有东西给你哦。这是什么啊？纪念日礼物吗？就想让今天特别一点。哇哦，谢谢，可以帮我拿一下吗？好啊，只是小东西，不过希望你喜欢。太棒了，我一直想要呢。那么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啊？什么？我不懂哎。我给了你礼物，所以……哦，没错，我根本不知道我们要交换礼物，完全没准备东西给 Daddy。我当然有准备了，眼睛闭起来。啊，我最爱惊喜了。我该怎么办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急需一份礼物吗？让我们帮你吧。从汽水罐上拔下拉环。将三个拉环涂成粉红色的，可能会有点脏乱。然后把另外三个涂成绿色的，用颜料涂好涂满，别漏了任何地方。然后等干。
翻过来涂另外一面，把拉环排好，然后用金属环把它们扣在一起，最后加上耳环勾勾，你就有一副独特的耳环了。好了，可以打开眼睛了。这是给我的吗？希望你喜欢，和你好搭哦。哦，我超喜欢的。谢谢。哦，罐子给我看一下，那是……哇哦，真是巧合哎！你真贴心。让我把妆化好，就可以出发喽。好了，看起来真棒。不过脖子好像空空的，这围巾或许可以。嗯，不喜欢，看起来像是超级英雄的斗篷。这样呢？哎，不行，不能用这个。哦，我有办法了，来把买来的东西收好吧。哦，我正好需要这个。Annie，你在干嘛？我需要这个，拜托。这应该会不错，看来并非我想的那样，肯定有什么我可以用的东西。哦，也许可以用这个，这样如何？超滑稽的，我在想什么啊？啊，我该怎么办？很不公平哎！一有压力就想吃东西。哦，很好吃呢。怎么啦，亲爱的？我只不过想要一条美美的项链。等一下，我好像有办法了呢。早点想到就好了，这一定可以的。谢了，老妈。拿一个塑胶食物盒的盖子出来，在一张纸上写下你的名字，然后把盖子放在名字上面，接着把名字描到盖子上，这张纸就不需要了。用剪刀把名字剪下来，要小心一点，不能剪错哦。把名字放在烘焙纸上，然后送进烤箱，加热会让塑胶缩小。等它冷却以后，把它从烤箱拿出来。现在可以来发挥创意咯，把塑胶片涂上颜色，等颜料干就可以装上链子，一条刻制的项链就完成咯。哇哦，看起来好棒哦。终于可以出发了，可以来吃个点心了。哈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好多钱呢！哈，嘿，嘿，回来哎！等一下，我得把钱藏起来。啊，这个墙上的洞倒是挺方便的。我想我有办法了，让我把钱藏在洞里面，然后用 3D 笔保护它的安全，先画外面的框框，然后画些斜线，另外一个方向也一样，接着要把它弄得和蜘蛛网一样。从网格中的中间开始画圈圈，像这样，这样我的钱就安全了。哦不，终于追到你了，这就是结局吗？你掉了这个。哦，你可以看到我们有许多美丽的花。你的工作啊，抱歉，让我继续吧。你的工作是要照顾这些花。啊，好漂亮哦，这盆好可爱哦。真是好险，你有注意听吗？好了，跟我来吧。浇水的工具在那边。哇哦，责任重大呢。看起来蛮简单的，别浇太多水啊。是的。哦不，看这一团乱，快点清干净。没问题，抱在我身上。嗯，这边是什么？这个花盆要清一下。糟糕。深呼吸，真的很抱歉，我有尽力的，这实在很糟糕。不过我好像有办法解决了。这个花盆不需要丢掉，我们只需要一支 3D 笔，先沿着裂痕往下画，把胶挤在花盆的边缘，不要漏掉任何部分哦。快好了，弄好以后，我们要把胶从一边拉到另外一边，靠这些胶把两边结合起来。很好，然后在花盆上来回画线，
接着把空隙填满，虽然会花一点时间，但会值得的。记得别留下任何大的空隙。现在拿 3D 笔把所有裂缝填补一下，这会阻止裂缝扩散，并增加粘合的力道。然后来加点颜色吧，看起来真不一样。嗨，哦，我的天哪，这可以接受，不过别再打破东西了，明白。抱歉。这一觉睡得真好。嘿，今天是我生日呢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我可以干嘛呢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嗯，肯定在这里面。啊哈，我的装饰品，生日得有气氛才行。嗯，有点不对劲哎。嘿，你今天怎么样啊？我有个惊喜给你哦，闭上你的眼睛。啊，快闭上嘛。贪婪气球给我的吗？真是太好了，毕竟今天过生日嘛，我要挂在墙上。不过我有个主意哦，我需要我的 3D 笔，你看着，把气球吹气，然后用 3D 笔绕着它画，一圈一圈绕着气球画，一直绕到整颗气球都布满线条。画好了以后，拿一把剪刀把气球剪破，气球烧气以后慢慢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摆一些仙女灯在罩子里，这样就像派对用的灯了。来把它挂在这里，看起来好温馨哦，我好喜欢哦，比垃圾桶的火好多了。我们来庆祝吧，先把这个清干净，杯子拿出来，气氛弄好，然后我们需要一个蛋糕，我可以来许愿了。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是风吹的，没关系，就变天气嘛。话说的太早了。生日快乐啊。啊，又是一个宁静的早晨，来准备一下。起床了，早安。该刷牙了。我还是很困哎。好痒哦。啊，牙齿刷干净了。哦不，也许他不会发现。好啊，接下来干嘛？妆化得不错哦。哦，最好来把我的耳环戴上。嗯，另外一个呢？别看我，我不知道。他没起疑心呢，真奇怪。啊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嗯，我好像有办法了。用 3D 笔开始画三角形，像这样，线条要画密一点。画到三角形底部的时候，换一个颜色。我们要画的是一片西瓜，西瓜皮得用不同的绿色，然后用黑色画西瓜籽。在红色的部分随意加上一些黑色的点点，画好了以后翻过来加上耳环饰钉，看起来又时尚又好吃。不过还没完成哦，用 3D 笔画一些短线，重复画另外一边。我们要做出叶子的形状，看起来不错。把叶子翻过来，加上一小段透明吸管，用剪刀把吸管剪开，这样就可以把叶子戴在耳环上了。哇哦，看起来好赞哦。好，我在练习修水管。好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小心点，真没礼貌。算了，我得换衣服了。这皮带好美啊，不过有点小哎。哦不，不会是我的指甲吧？都毁了，真是糟糕。啊，看看你，我可怜的指甲，卤蛇，你实在很坏耶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的。嗯，这个可能有用。我有办法了，要紧急修复指甲，首先得把胶带放在指甲上，用一根木签把指甲上的胶带压紧，
然后用笔画出指甲的轮廓。把胶带从指甲上撕下来，把胶带放在桌上，接着把指甲另一半也画出来，变成一个椭圆形，用 3D 笔把指甲涂满，记得不要画出界限哦。接下来用铅笔或其他东西把指甲弄出一点弧度，然后把假指甲从胶带上撕下来，慢慢撕，别把其他的指甲给弄断才好。用一把剪刀在旁边修一下，以之前画的形状为准。最后把指甲戴上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其他的手指也一样，就有一手美丽的假指甲了，看起来很棒哦。哇哦，我准备好了，指甲真美丽。哈，嘿，小心点啦，别弄了，走开。你有事吗？你没看时间吗？现在是清洁时间。你出去啦。真是够了，肯招。你最好赶快跑。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啊，为什么这地方那么远啊？嗯，哇，看看他。不知道他要去哪里。等一下。哇，嘎！啊呼，嘿，那边发生什么事啊？不会吧？喵！真对不起，这是个意外。很爱你的衣服哟，嘎！这里还差几个赞。哇，那是 Ada 吗？他走过来了。冷静点。这位置不错。对呀，今天天气真好，我待在外面一整天都没问题。我看着那双眼睛一整天也没问题，完全可以想象我们做什么都在一起。我和 Adam 联手对抗全世界。哦耶！那边那个是鲸鱼吗？我对你的爱比鲸鱼还大。你听过私人空间吗？什么？哦天哪，听不到你说什么，我在讲电话，实在有够丢脸的。看来海滩约会泡汤了。快好了哟，亲爱的，你20分钟前就说快好了，我们肯定看不到电影了。完美，现在来换衣服吧，来看一下。哦不，我没有衣服可以穿。啊！你闹够了没呀？没衣服是吧？那这些是什么？明明就一堆衣服可以穿，这些不够好吗？不行，完全没有一件可以穿。可是，你是需要配眼镜吗？今天一开始就很顺利，来自拍吧，连灯光都很完美，可爱哦，还带点性感呢。来看看哦，脸怎么搞成这样啊？套滤镜都没用。啊，清干净镜头可能会好一点。嘴唇嘟一下，来个万人迷的笑容。哦，拜托，这些怎么也照坏了呀？根本不能用来贴文。啊，早安。嘿 ，Ava， 可以跟我自拍吗？我才刚起床哎。鼻子敏感，谢喽。你怎么会每张都比我好看呢？明明你就上一秒才起床，不公平啦！啊！有人早上一起床就有起床气哦，很疯狂的故事对吧？这倒提醒了我，对 ，Kevin 要我去参加派对，你一定要去。要是他也请我去派对就好了，真想在他臂弯中旋转。我也可以去吗？你那样不太行。哦，没有化妆。我有办法的 ，Ava。我可是什么化妆品都有。来上妆吧。是吗？好哦，我自己也有哦。你看，噔噔。我的化妆刷在这儿，不错吧？嗯，有意思。最近我比较喜欢用这种笔，用它塑造轮廓，改变脸型。虽然乍看之下很奇怪。额头好啦，现在换浅色，这部分很重要哦。
很像面部彩绘，对吧？然后要把它们好好混合在一起。看到了吗？有用哦！哇，我也要试试看。颧骨下是吧？动作轻一点。好哦，眼睛下面。你下手实在有点重。然后混合，对吧？没错。哇，你可能还得多练习一下。我觉得看起来很赞啊。走了吗？好哦。天哪，没时间了啦。啊，要穿什么啊？快好了，还能看对吧？哦，拜托，嘎，快好了，走吧。这门是怎样？忘记拿钥匙了，是可以过去啦，但会把地板弄脏，很恶哎。那不行啦，看来还是得脱鞋了，至少要脱掉一只，然后用跳的。快跟我来吧，可以出门啦。终于，等一下，我的手机，出门不能没有手机啊，这下肯定会迟到了。嘿，Annie，你一定要看这个，超好笑吧？哦，Annie，你看这个迷因，我连咖啡都还没喝完啦，终于可以独自一个人了。好像说太早了。猫骑脚踏车，哎，这是厕所，哎，冷静点，拜。嘿，Annie，你看这个。好哦，我看我看，超爆笑对吧？哦，你不觉得很爆笑吗？要是他上飞机就好了。哈？哦，希望他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是今天约会吗？在这边超乱的，不能让 Adam 看到我家这样，得快点清洁一下才行。快好了哟，擦掉灰尘。他在里面干嘛呀？糟糕，还好今天发型很美。来了哟。Hey Adam， 进来吧，我一直在沙发上等你呢。呼，要喝点饮料吗？聊聊天吗？哦，我该回家了。谢谢你来哦，下次见喽。你家真漂亮啊，真是紧张啊，可以坐回沙发了。我回来了，继续追剧吧，真舒服啊。他跑哪儿去了？哦，他在跟 Adam 说话，我过去了哟。嗨，你们俩。哦，你鞋带掉了。哦，我都没发现，谢谢。糟糕，我的东西。哈哈，超好笑的。天哪，不会吧，请告诉我他们没看到那个，是我朋友的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，你很坏耶，我来帮你吧，别担心。谢谢，我懂了，走吧，我才不要跟他在一起呢。等等，我们不是在聊天吗？讨厌。不错嘛，挺好吃的。早知道穿运动裤。啊，耶！哦，是 Ava。Annie， 嘿，我的裤子。嘎，没想到遇到你。嘿，天哪，好多话要告诉你哦，要从哪边开始讲？肚子超胀的，啊，真是的。哦，等我一下。你好，现在不行。
不管了，所以真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。什么？现在吗？真抱歉，我得走了。谢天谢地，哦，就才能在这边找到你，又得扣上了。这地方历史悠久呢。对呀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天哪，实在很不舒服。然后呢？哦，我得走了，下次见喽。没人了吧？好哦。哼，终于啊。要来补点妆才行，上个粉会好一点。咦，粉饼刷呢？对，这个应该可以。他甚至不会知道不见了。放上来，用铅笔当刷柄。好喽，自制粉饼刷。嘿，可以走了吗？嗯，应该洗个手。哦，这肥皂好香哦。哎呦，超滑的耶！抓到你了。什么？搞什么东东啊？拜托肥皂，你可以乖乖不要动吗？别再滑来滑去哦。哦，不会吧？怎么可能啊？好，一定有办法的。啊，有肥皂盒还好，进去了小肥皂，你的新家。真麻烦。嘿，怎么搞的？肥皂变得又软又烂，哦，超讨厌这种感觉，太恶了，根本不想用了。没关系，拿个新的就好。但如果摆进盒子又会变烂，想办法 ，Jennifer， 想办法。哦，应该有办法了，得用热熔胶枪。画个长方形，洗脸盆那边留个缺口，中间来几条波浪，像这样完美。现在可以洗手了，新肥皂最棒了。用完后放这里，有用哎，水流到洗脸盆了，这样肥皂既不会变软，也不会滑动了，解决喽，厉害吧？这蜜粉好用哎。接下来画眉毛，眉毛得画浓密些。哦，两边也差太多了，得修一下才行。天哪，更糟了，现在得调整另一边。 Ashley， 你怎么弄那么久啊？我的眉毛毁了。不会吧，怎么搞成这样？不好笑啦，我得重画才行。别担心，我来帮你。来，笔给我。秘诀是要同时用拔毛夹，我来教你吧。用眉笔画拔毛夹的头。好哦，然后用拔毛夹画出眉形。哦，哇，真的有用哎！没错，就会让上下对称。现在只要把颜色扫均匀就好啦。这招真的很聪明哎！哇哦，看起来太棒了！谢谢你的妙招哦。别客气啦，走吧，要迟到了。耶，可以洗泡泡澡喽！一定很舒服放松。平板拿好，好好泡一下，开始看影片喽。
饮料当然不可少。最爱这个频道了。哦，居然喝完了。先把这个放这里一下。好，现在来到芬达。我的平板去哪了？我得救助他。啊，舒服的泡泡澡，等不及看影片喽。不过这好像有点危险，应该有办法吧？嘿，衣架，它肯定可以解决问题。先挂这里，然后拿个保鲜袋放进去就安全喽，滴水不漏。然后把它夹在衣架上，太棒了，就像私人电影院一样，有泡泡，还有特别吸管。继续看影片喽。很烦呢，我们看起来好单调，好蠢哦。哦，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哦，好多颜色，脸上都是呢。哎，还有哎，蓝色也来了。天哪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也太酷了吧！现在我们全身都色彩缤纷了。我最爱画画，感觉平静又美妙。下一个是浅粉红色，好漂亮哦。哦，好像有人传讯息给我，来看一下。哦，彩虹派对，真的假的？也太赞了吧！好啊，要找件合适的衣服才行。哎呀，忘了画笔。衣柜啊衣柜，你有什么衣服给我穿呢？哦，真糟糕，里面一点色彩也没有。好极了，现在我该怎么办？装扮一定要有彩虹色彩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的颜料，它们可是色彩缤纷的，我一定可以用它们来做些东西的。我真是个天才哎！好啊，来把自己变成彩虹吧。我们需要颜料和画笔，两个颜色可以一起来。先把它们涂在眼皮上，然后换两个颜色涂在眼睛下面，看起来很棒哦。不过既然是彩虹配对，我还需要更多颜色，这个部分得用粗一点的画笔。好了，颜色都在画笔上了，可以来涂了。来喽，涂在嘴唇上。好，下一步是绿色的睫毛膏，好好玩哦。要确保颜色有刷到睫毛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眉毛也需要一点颜色，橘色好了。眉形也不错的说，精度不错哦。好，再刷几下就好了。画好了，现在要加点别的。我的天哪，这些蓝色雀斑也太可爱了吧！要是我也有这些蓝色雀斑就好了。好了，我的彩虹妆终于完成了。啊，那什么，好多灯哦！哇哦，是彩虹派对呢，好多人哦。哇，你的妆好棒哦，你自己画的吗？真好玩。绝对是彩虹派对的不二之选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来帮你弄个新发型吧，娜奥米。哦，头好晕哎。头发扭好以后就可以弄成一个发髻。好了，你可以停了。现在用夹子固定它。好了，简单又快速，而且超美的哦。最讨厌打扫了，为什么到处都是灰尘呢？永远也擦不完。擦地板肯定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吧。到处都是头发，很烦呢。一头长发真麻烦，连自己在干嘛都看不清楚。我需要请个佣人，或是买个打扫机器人。嘿，还给我，别咬住我的头发，放开。好了，实在是够了，我得想想办法才行。哦，剪刀，正好需要它，是你自找的。等等，或许我不该那么冲动，可以用这些橡皮筋啊。这个主意比较好，把前面的头发抓两撮出来，然后在下巴下方绑在一起，像这样。还需要一根橡皮筋，然后把这一撮分开两半，把它和旁边的头发绑在一起。这次要绑在比刚刚低的位置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另外一边也一样，这样可以做出格子的效果。终于知道如果我有胡子会是什么样子了。好了，快完成了，下面还要再绑一个，记得要绑紧绑好。还好有
有了这个点子，没把头发剪了。不过还有一个步骤，要把这一整个翻到头后面。哇哦，完美！现在就不会到处都是头发了，可以继续打扫了。头上好多杂毛哦，还好有带这个凝胶，这样就不会翘起来了。哼，这头发怎么弄都不对。好，纳欧米在干嘛？可以借我吗？啊，当然了。这东西需要用多少啊？再来一点吧，小心总比遗憾好。哇哦，你在干嘛？真的超感谢的。不客气。来把这个涂在头发上吧。哦耶，这东西好用，这样头发肯定服服帖帖了。你全部用完了吗？只剩下这个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得从包包拿个东西。在这，就是需要这个。哇哦，这牙线可以解决问题，把牙线从头发上划过，牙线上的蜡就能抚平头发，有用哦，头发服服帖帖了。哦，我喜欢你的头发，谢谢，用牙线弄的吗？可以借我吗？好吧，就知道会这样。算了，我需要找新的朋友。这本书真精彩，完全停不下来，好想知道结局哦。那什么名字啊？我需要开灯，书上的字都看不清楚。那是什么啊？可惜死了啦！谁那么缺德啊？我要擦手啦！啊哈，面纸，我需要。不会吧？是口香糖吗？从哪儿来的？要拿去丢掉才行。这不该碰的。真的很恶心。我不要坐这边了。还是坐床上看好了。等等，我头发上有东西吗？哦 ，Sky， 哈喽室友，这是你的口香糖吗？先走了。嘿、hey, ，你回来啦！好啦，你看这个，我有办法了，跑酷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别动 ，Sky， 搞什么？这个可以解决问题，慕斯，什么啊？你要学的可多了，看着。要把慕斯按摩到头发里，这会有什么帮助啊？然后轻轻一滑，口香糖就滑下来了。哇哦，是巫术吗？很酷吧？我的天哪，你好厉害哦！谢谢，你都不知道这多常发生在我身上。哦，想都别想，你什么都没看到啊？哇哦，好无聊哦。我需要上个妆，这些颜色真是赞呢！啊，我知道了。嘿，嗨，这个可以给我吗？拜托，真的拜托，不行，是我的啦。哦，Naomi 的头发可以更漂亮哦，让我来帮她吧。把这个染发剂喷在梳子上，这颜色超适合她的。要整只梳子都喷满，应该可以了。他什么也不会怀疑的，一定超精彩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？哦，我的头发，很快梳一下就搞定了。哈，我美丽的头发，紫色的，看起来很棒呢。另外一边也弄一下。我超喜欢的，谢谢喽 ，Claire。对了，我有东西给你哦。是时候偷吃点零食了。哎，你在做什么？
啊，我好饿哦，我需要我的零食。啊，我有个好主意。哦，我收到一条简讯，哎，洛伊发的。好的 ，Brian 来救援了，希望他能够给我带点好东西来。哎，打扰一下，我是维修工。天哪，他穿着道具服哎！哎，我们正在上课呢。嘘，我正在进行维护。嗯，那我就放在这里吧。啊，看看他为我偷带进来的这些糖果，太赞了，该好好享用喽。嗯，看起来这张桌子需要修理一下啊。还好我总是背着我可靠的锤子。这真的有够奇怪的呢。嗯，他刚刚咬了一口他的工具嘛。哦，我肯定是眼花了。好的，桌子已经修好喽，看来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。很高兴我能帮上忙，啊，请继续上课啊！真是个奇怪的人呐，啊，哈，我就知道很可疑。哇哦，这篇文章好有趣啊！我不小心吃了几片叶子，好恶心哦，都在我嘴里了，还有我手上哎，嗯。Brian 的饮料里面有一根吸管，是的，我知道了，这根吸管可以解决我吃草莓的烦恼，把它插进草莓中间，顶部就会立刻掉下来，哈，现在就完美了，我再也不会吃到叶子了，谢谢你啊，小吸管。现在呢，继续吃我的草莓了。那是什么啊？什么 ，Zoe？ 为什么我的吸管上面有片叶子啊？哦，抱歉啊。你要不要吃草莓？啊，好啦，我要吃。嗯，很不错哎。啊，锻炼的有够辛苦的。哦，你在干什么？改喝纯净水吧。嘿，不要那么小孩子气了。我说过不能喝汽水。我说过不能喝汽水。他真的好讨厌哦。哼。嘿，我有个好主意，一个可以喷水的瓶子，只要把顶部拧开，然后拿出漏斗。接着是我最喜欢的汽水。通过漏斗把它倒进瓶子里，一定要把瓶子给装满哦。完成。现在啊，把顶部放回去。好的，关得很紧，不会漏出来。成功了，现在呢可以随时喝汽水了。啊，是的，你该喷喷香水了 ，Brian。哦不，停下来，不要把它喷在嘴里。尝起来应该很糟吧？你知道吗？喷实在太浪费时间了。啊，我的天哪！啊，哇哦，我最好把他叫醒。啊，真奇怪。嗯，这喷雾味道不错哎。嗯，看起来都挺好的嘛。
哦，这间新学校真棒哎！那些是棉条吗？哎，有什么好笑的？糟糕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新开始真糟糕是吧？除非我采取主动。你知道你可以用棉条来打造出波浪大卷法吗？而且尺寸刚好哦，绑起来等等就好了。瞧，超赞的吧？哇哦，真不可思议耶！幸好我带了很多来，大家都来试试看吧。帮你堵个鼻涕啊！啊，新衣服最棒了，让你感觉自己重生了一样。但这种旧东西有的时候很难搞的。哦不，懂我说的了吧？怎么办呢？幸好我有另外一条，再试一次吧。慢慢来，轻轻地。哦天哪！哦，我到底有多倒霉啊我？那这条呢？叮叮叮，冠军出炉啦！哎呀，这指甲是怎么样啦？哦天哪，我放弃了啦！这条旧裤袜呢？算了，啊，这完全无法哎，这些洞还真大，好，出洞喽！总之呢，偷了就赶快跑哦。这里还有什么呢？鲜花，刚好给我的宝贝儿。瞧这美丽的脸蛋呐、啊，我带走了。这些人肯定超有钱的儿，啊哦，还有人在耶！哎，你为什么哭了呢？因为这些蠢指甲，我的裤袜一直裂开了啊！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？我的裤袜超赞的，瞧，给你好了。但是我的手指，戴个手套就好了。接着，手套。对哈，写了，嘿，没破哎，超滑顺的，我甚至可以拉起来耶，瞧，谢啦，我的腿超美的吧？这强盗还真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几乎跟你一样漂亮。啊，谢啦。等等，该走了。回来啊你！哎，吉娜，瞧我的造型，可爱吧？嗯，超棒的耶！总之呢，走到这儿我都饿了。那有什么有趣的八卦呢？是啊，哦，我的天哪！瞧这个钱包，还有这个。哦，糟糕，我的裙子，我满身都是茶了啦！你怎么会这么笨呢？哦，抱歉，我来帮你。啊，我今天超手残的。哪？啊？谢了啊。嗯，等等啊。嗯，有了耶！怎么样？把你裙子给我。好吧，如果你坚持的话，你看好了哈，把它跟一堆茶包一起放在碗里面。然后倒入热水，看见颜色出来了吗？确保完全进到水里，然后再静置一下，然后你就有全新的裙子喽。你觉得呢？哪？哇哦，比之前还可爱耶！嗯，哇哦，这美丽的女神是谁呀？我来喽！哇哦，哎呀！乖的象征啊，宝贝。啊，真希望我有男友，这样我也会有礼物了。哦，又是诗啊，哈，啊，真棒，随便啦。哦，嘿，嗨，哈哈，哎，你在看哪你？嗯，如果我是他女友，他肯定会很开心的。哦，真棒，
哦，哈哈哈哈，真美好啊！嘿，我可不是隐形的呀！哇哦，啊哈，我是美妆大师。哦，真棒！哦，你喜欢口红是吧？这我也可以，看好了。嘿嘿嘿。首先呢，用刀子把口红的顶端刮掉，接着整个推上去，沿着边边切，就像这样。另外一边也照做。最后呢，切个三角形的凹槽，把它给拿掉。用刀片平坦的一面把它给弄平，这样你就有心形的口红了。呦呼，谁想要来点我的爱呢？我知道给谁了。好哦，接着，哎呀，啊，哦，糟糕，我真的笨手笨脚的啦。哎，等等，我来帮你。啊，我爱你。我是说，谢谢你帮我啊！我回来了。这什么？爱心？天哪！你给我滚！陪我走到化学课吧。拜了。哦，讨厌。但等等，我陪你走到教室。毕竟我的心属于你，现在你也有我的心了。耶！一二三，哇哦，真大！天哪，这个东西还有根呢。今晚当我出现在派对，一切就都值了。我的杰克也会在那边，带着他的可爱的牙套。其实啊，我有个超棒的主意，这肯定可以让杰克开心。嗯，但这需要一点装配。加个几块，你就有牙套了。然后呢，包在你的牙齿上面。Hello， 牙套，他肯定会爱的。啊，不知道杰克到了没有？哦嘿 ，Hello， 看起来不错哦，你看起来才棒呢。这个音乐真酷哎，我们在外面玩一整夜吧。哟吼，耶，把手举起来。那迪斯科球有多结实呢？吉娜过来，真可怕啊！派对结束了，没关系的，我们的灯可以让派对继续啊！赞呢、哦，继续舞动哦，各位，这棒呆了！灯光，保持笑容好不好？那好多了嘛！该来洗澡放松一下喽。期待了一整天呢，啊，好舒服哦！来来来来，一边洗一边唱，我真该做歌星哎，唱得真不错，可以擦干喽。这样真好看呢，好像顶着一头彩虹一样呢。该出门了，得准备一下呢。我的头发也可以吧？嗯，或许该试试看不一样的发型。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上次发生的事了。哎呦，好痛哦！啊，怎么一直烫到啊？电线被卡住了。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不行，千万不能再发生！我不要再用这个了。肯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卷头发而不把自己弄伤。也许可以用这个夹子，就姑且一试吧。先把头发拉到架子这一边。然后把头发在架子上绕几圈，最后用夹子固定头发。好了，希望有用。看起来可能很滑稽，但一切都会值得的。好了，来看看美丽的卷发吧，好好玩哦！哇，我的头发很漂亮呢。该走了。哇，为什么这个卷发器就是不放过我？看看这边，哇哦，好漂亮的手链！什么？这条旧链子吗？重死了，钻石太多了。很可爱啊，让我把头发拨一下啊。看到我的耳环了吗？哇哦，
超漂亮的，好嫉妒哦！哎，你看这个，很厉害吧？就那样吗？我的微笑可是值100万呢，真是难以置信哎！啊，我知道了，给露娜一点颜色瞧瞧，把钻石贴在头发上。这个如何啊，露娜？拜托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哦不，掉下来了，超丢脸的！切，看我的吧！哇哦，那是什么？直接把宝石夹在头发上就好，超简单的，很多颜色哦。哇哦，太厉害了！就说嘛。真喜欢这个风格，但我的头发好单调哦。哇，这边也太亮了吧，什么都看不到呢。我的眼睛啊，好多了。哦哇哦，看看这些发型，我好喜欢哦。我也该换个发型了，该选哪一个呢？来试试看吧，需要一把剪刀，我剪咯，勇敢一点。就头发而已，不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不会剪的，相信我吧，这可是经验之谈。剪刀给我，真是好险呢、啊！我永远都不会有新发型了啦。或许我错了，我好像有办法了。先用这条橡皮筋扎一个辫子，然后把它拉到前面来，接着把剩下的头发编成麻花辫，看起来一定很棒的。快好了，后面绑好了，接着把头顶的头发分开，把麻花辫穿过去，从上面全部拉出来。现在来弄刘海，用直发器稍微夹一下，一下下就可以把头发都分开了，然后调整一下，好了，看起来很棒呢，真该上杂志了。你把头发怎么了？我不懂，剪刀还在我这边呢。我是个厉害的发型师嘛。哇，睡得真好。哦，我的香芋在这呢。哦，今天要拍照吗？糟糕了，我要迟到了，得快点才行。天哪，我的头发超油的，这样子能看吗？什么味道啊？看来得洗头了。等一下，怎么没有水啊？拜托，我洒，我知道里面有水的。哇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或许可以用爽身粉，先在头发上撒一些，然后用手搓揉一下，效果很不错哦。爽身粉就可以吸除油脂，头发看起来就好像洗过一样。现在可以去拍照了。啊啊啊！这。好啊，没事的，我得出门了。这派对真好玩，好啊，他好可爱啊。嘿，我喜欢你的舞步。我的天哪，真的假的？他有什么我没有的啊？或许我应该多甩甩头发。你跳舞跳得真棒，怎么没有啊？很不公平哎。头发不够长，不够柔顺，又不是我的错。你没事吧？怎么啦？要是我的头发跟你一样就好了。这个吗？这是发型的问题啦，让我帮你吧。先把橡皮筋拿下来，然后绑高一点，在这边绑一条马尾，然后把两边的头发拉上来，用另外一条橡皮筋把它们固定在第一条马尾上，然后绑好绑紧。这个造型很适合你呢，你觉得呢？不会吧，这真的是我的头发吗？太谢谢你了，你最棒了。走吧，去跳舞吧。嘿，你回来了。哇哦，今晚也太赞了吧。尽情甩吧女孩。哇哦，女孩们，你们可以小心一点吧。来喷点发胶，遮住眼睛哦。又是一个杰作，你觉得如何？
有点不一样。等等，是好的不一样还是坏的？你是在想什么啊？别担心，我会把它弄好的。大家都喜欢玫瑰嘛。当然，认真吗？我看起来好像被人从树丛拖出来一样。可是那是我的招牌造型哎，我得想想办法才行。能用什么呢？这个夹子可能有用。我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先要把头发绑成马尾，然后把橡皮筋往下拉一点，把头发分开，然后把马尾推出来，然后用夹子来固定头发。哇哦，很适合我呢，而且超简单的。哇，你怎么绑的？算了，我放弃了，我先走了。哈，他有事吗？就一个夹子而已啊。哦，好多精美的东西啊。哇哦，看看这个，实在太棒了，而且超贵的，我一定要买。钱好像不够哎。我知道这样做不对，但没人会发现的。等一下，你想得美，小姐，去大牢吧。随便啦，警察，我什么也不会讲的。丑死了，我没化妆了。你的食物来了，这是人吃的吗？我肯定会写负面评论的。加这个吧，这还差不多。我好饿哦。等一下，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了，拿一点果酱涂在脸上当腮红，好多了。不过还是少了什么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拿一根汤匙从栏杆上刮一点粉末下来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该有点闪闪发亮的东西嘛，这盆花也会有用哦。不能忘了眉毛嘛，这些砖头的颜色真棒，当眼影刚刚好。好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我嘛。太好了，附近没人，轻松一点，没人会起疑心的。就只是在扫地，没什么好看的。真是辛苦啊。有什么不对吗？是我的妆吗？你最好自己看看啊。什么？镜子里面怎么有个小丑？实在太丢脸了。好一点了吗？没那么可怕了，不过我有东西可以帮你。什么？你看这个，自己拿吧。哇哦，是化妆品吗？谢谢。现在呢？你自己看吧。哇哦，真爱那件 T 恤，也许坐牢也没有那么糟糕啦。又是一幅杰作，我真的很有天分哎。外面有什么事啊？哦，嗨，我是来看 Annie 的。你没带化妆品吧？我？怎么会？我这是自然美呢。我只有这个水彩调色盘，我超爱画水彩的。我不确定哎，不过那些画是蛮单调的，来点颜色就会不错。没问题了，进去吧。你进来了。就告诉你我会来的，还带了这个水彩。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你看这个，有哪个你喜欢的吗？哇，给我，给我！太感谢了，是时候帮牢房加点色彩了。把画笔沾点颜料，然后涂在眼皮上。哇哦，很漂亮呢。哇哦，看起来超棒的，可以帮我画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得花点钱才行。没问题，拿去。别动啊，看起来会很棒的。帮我，帮我，小姐们请排队。谁先画？好啊，就你吧。赞呢？没有，来点不一样的。终于画完了，还好这些钞票可以帮我降温。蛋糕和蜡烛，他会喜欢的。真不敢相信我得这么做。
耶！生日蛋糕呢？我要许愿。生日快乐！啦啦啦啦。哦，心意最重要嘛，对吧？好啊，我的工作完成了，超多事情等着我做的，很荒谬哎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好啊，来看看这是什么？看起来没问题，不过感觉怪怪的，也许该撕开它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哦，是一只泰迪熊啊，还蛮可爱的，这让我很火大。这是给我的吗？你乱开我的礼物吗？很讨厌呢。哦，软绵绵的真好棒，我终于有朋友了。这什么？不是我的呢。哇哦，你的眼睫毛很赞呢。等等，真是超棒的生日哎！啊，感觉太棒了。换另外一边，很不一样哎。很无聊哎。哦，哇哦！好啊，你够了吧？走，随便啦，进去吧。这牢房不错嘛。室友你好。哦，走开了，书呆子。哦，那什么？伙计，看这边。哎，有事吗？你把东西交给我，这些就都给你啊。好多糖哦。嗯，成交。你的决定很正确，拿去吧。好啊，等我一下啊。给你吧。很高兴和你合作。我超需要的，等着嫉妒我吧。哇哦，太赞了，来画个美美的妆吧。哇哦，我也想试试看。嗯，希望这个够，值得一试啦。这给你。哇哦，大客户哦，让我看看有什么啊。啊，找到了，这个交易应该可以了。就这样吗？不公平了。可怜虫哎，总比没有好了，连手指都塞不进去。哦，我有办法了，用剪刀好了。一定可以的。可以了，好可爱哦。好啊，接下来呢，这个胶水可以用。哦，这海绵真是无敌可爱，把它放在口红胶上，然后用它来沾化妆品，要沾够才行，然后涂在脸颊上。很棒哎。你看，哇哦，真的不赖呢。嘿，我们做个好朋友吧。真的吗？哇哦。人家说爱美有代价，但是一定要那么复杂吗？糟糕，粉饼别来啊！去啊，别担心，孩子。我们有刚出炉的美妆妙招。哇哦，我 IG 今天很红哎！你把这边温度调低了吗？随便。这件毛衣应该够暖。你看我的头发，静电又上来了啦。也许我可以顺一下，没用。别笑，不好笑啦！我叫你停啦！没有什么铝箔治不好的。当然，如果我把它缠在梳子柄上，像平常一样梳头，静电就解了，很酷吧？啊，又美美的喽！你这招真不错哎。
我想说永远要像爱因斯坦了。好，什么？今天开趴？还真偷偷摸摸着来。我最好是打扮一下哦。粉红色感觉很对。啊，还真简单。眼妆迷人，但少了风唇有何用呢？你开我玩笑吧。不是用完口红的时候啊。我有无色护唇膏，我知道怎样赋予它活力。眼影粘上去，准备好见识一下化妆魔术没？像平常一样涂在嘴唇上，滑顺的护唇膏很好用。你看出颜色来了吧？还有一步，就是抿一抿嘴唇，这样就完美了。25、26、27、28，终于修好了。再来卷发时间，趁热卷卷好。就这样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不行，这次留久一点，然后，拜托。这东西根本不烫啊！我放弃。Sophia， 我的头发！抱歉，这是意外，我发誓。但是你看这卷得多完美，你介意把剩下的做了吗？不确定效果怎样。哇哦，这太神奇了！干嘛还要跟电棒瞎搞啊？我像刚从美容院出来。谢啦，现在我只差有地方去了。那东西在哪？哦，我的彩妆蛋砸了。我才不要把这放在脸上。喂，哪里？我远一点。你怎么不试试这种啊？看起来确实有效，来试试我的粉底，不错用呢，还跟我的皮肤很搭，这点子实在太棒了，只要别意外吃掉就好。哦 ，Brian 真是个小可爱，他想要明天约会，耶 ！Sophia， 什么？我要跟 Brian 去约会。对，是我，才美，你不相信我？你在讲什么啊？糟糕，什么都行，别是大痘痘啊！抱歉，孩子，你还是很美，别担心。希望我帮得上忙，搞不好可以。用蒜头试试看。什么？放在痘痘上面，蒜汁会减少发炎。这东西到早上就完蛋了。啊，睡得真好。我觉得它消了。Sophia！ 啊，看看是谁起床没有痘痘。哇哦，这招好简单呢。你去准备吧，请叫我驯斗大师。受困在家，俗话说需求为发明之母，而这些美妆妙招的创意也随之而来。哎，好无聊哦。什么？不可能。该还是不该？该啥？空的，完全没钱。哦，怎么办？只好继续滑。啊，可是我累了，也许我该直接上床。眉毛实在很糟啊。
也许我可以做点什么。啊，等一下，要是我……对，这肯定行得通，让它沾上满满肥皂。好，上在眉毛上，耶、yeah, ，漂亮成型。下一个，哇，效果真好。哇，不会吧，它眉毛好美啊。我准备好上学了。哦，哇哦，它好漂亮哦。不会吧，你看它眉毛。我最好修一下我的。哦，好，一根。哦，哇哦，它好漂亮哦。要不了多久你就好了。哦，这里有点恐怖。也许我不该。冷静，一切都会没事。这还要多久哦？好了，你的都好了。哦，它看起来好酷哦。好，我一定可以的，要勇敢。嘿，你想要什么？等一下，这能弄在手上吗？抱歉，不行，不行，为何？看告示，你得21岁。抱歉，规矩不是我定的。哦，好吧，那我走好了。或许是个好主意。嘿，谁下一个？不公平，我可是鼓了勇气才去的，然后妆也糊了。最糟就今天了。他还对我很不客气呢。我不记得买过这个。等等，这帮得上忙。得做个模子，放在我想要的位置。再上胶，用刷子划开就好。好了，下一步亮粉，要确保没有遗漏哦。拍一拍，让它平滑点。就这样，解开面纱吧。好可爱哦，多的亮粉缺掉就行了。哇哦，成果太美了。我肯定要来几张照片。这一定要上 IG 的。糟糕，老妈来了，最好弄掉。不会掉。哦，你看你，帮帮忙，收拾一下。我会，爱你哦。呀，真是惊险！很快看一下手机。哦，有人打来。啊，好可爱，让我想抱着手机。你当然可以借东西。条纹黑洋装对吧？他把化妆包留在那。好机会来了，嘿嘿，快跑！他在这！天哪，我得做点什么。在哪里？这里，这肯定有用。很好，看起来很好清。
头发最好也放下，晃一下。卡在嘴唇上。不知道，也许还不够。我该用这个吗？我觉得要，只要一点点。好的，小心的刷上嘴唇。好了，收起来吧，机会来了。哦哦，你的嘴唇。对，我们要亲亲。嘿，给我停下来，你拿我的化妆品搬来。哇哦，女生可以很恐怖。我有大改造，好好玩。好了，你看看。哇，你技术真好。耶嘿，真高兴你喜欢。要我帮你做头发吗？他居然上课坐我隔壁。你肯定很兴奋。当然，但是也紧张又害怕。糟糟糟糟糟糟！我做了什么？好多，他永远不会原谅我。啊！那是我头发，烧断掉了。别昏倒，喝点可乐，有帮助的。我很抱歉，我是超级损友。嘿，我知道怎样会比较好卷。我需要空的气血罐。再来，可靠的刀子要裁得很细致，所以要很小心。上面也要，快好了，上面去掉。准备好，能用了。这能卷个什么啊？相信我，把你头发放进去，然后用吹风机。这真的可以吗？完全可以。不会相信的，看，哇哦，我的头发好卷哦，太神奇了，我喜欢。幸好不会再发生了，太谢谢你了。哎，先把外套挂这里。这里就是，哎呦，不行，这太糟了！啊，我的手好干哦，实在太丢脸了。要是今晚有人求婚呢？我不能让手像这样，我得做点什么。手套，这方法最简单。请吧。你的桌子在那边。我好紧张，来吧。你来了，你好漂亮啊！我帮你点了饮料。来，手套我帮你脱。不，没关系，我手会冷。但我想亲你的手了。糟，他把手套脱了。哦、oh, ，你的手是怎么了？你何不把手收回去？别担心，大家都有皮肤干的时候。嘿，我应该帮得上忙。你看那儿，那边有芦荟。你真觉得会有用？好，我猜我会试试。首先，我得切点芦荟，然后加点蜂蜜。蜂蜜和芦荟的疗愈特性都很棒，用除倒在一起，做起来很有满足感。把芦荟的好料弄出来，可以涂我手上了。哇哦，我的手滑顺多了，你又能牵我的手了，欣然之至。等等，还有一样。
是那个吗？在某个地方，我都热了起来。真高兴我们都好点了。忘了按赞和订阅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了。下次见。